这上头是什么古字儿？写的是鱼渊。那前头的结界里封印的到底是什么？真是赤炼院入口？哎，小不点儿，你觉得呢？啊，芋圆，味道一般般，土腥味得蘸白糖去，不行炖汤也还成，不过这得看品种，有的就不行。小不点儿，栾把我们送到这儿，就说明他想清楚了。如果你不想去封印之地，不想进赤炼渊，那我们这就回去。没，哎，算了，先不提了，快走了。那罗侯答应说什么帮了他忙，就给尉迟哥你东西的，咱们快过去吧，总归先把东西弄到手再说。哎，你别跑啊，认真说话呢。阿良，你就让他安静会儿，给他时间想想吧。走吧，先去封印地和罗侯会合，若到时候依依不想去赤炼渊了，我们转头就跑呗，看罗侯在幻灵时的举动，也不一定就会来抓我们。这是怎么到了这地方？于西，小不点儿，你们在哪儿？我道这是谁人之梦，原是于田国主血脉相传之人呢。你终究还是道得化荒之境了。等等，这么说我在梦中，周遭为何是这样子？你又是何人？是梦墨？此为你之梦，怎来问我了？我非石梦墨之流，不过此小贼却机缘巧合帮了我忙，至少我可在诸生之梦内得见你。赵佑当年若知于田国主竟与姚姬诞下你，不知会不会还与他做那延续千年的约定。姚姬？于田国主是我父母？你还认识赵佑？千年前赵佑与我父亲的约定究竟是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但不是现在，时空不对，何况你就要醒了，所有的梦境都在坍塌。来日等你重入莫高窟，便来壁画上寻我吧，待我离开那处。陆昭一，我长途跋涉不远万里而来，总算找到你了。你谁啊？你居然认不出我？这么大张纸糊着脸，谁认得出你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好生熟悉的话，当初我在鬼冥谷修炼，也为爱的何人，但就你上来撕了我这咒术之源，非我功力。今日我终功法大成，重回巅峰，就找你来好好算这笔账，看招，移天动地，便是我一雪前耻之时。千里寻仇的还真是执着，哎，罪过罪过。顺着这条路再走。谁让你们在这埋伏的？这你们就不必知道了，将死之恩无需知道那么多。你们跑不掉的，这是你们今日的命数。我们尽快离开，别和他们拖延。
走吧，从此处便可抵达结界地。罗侯神，你此前说若是事办成便赠我一物，届时你便可知，此乃离幽恳求剑使应下的。离幽姑娘，此前她与你一道。闭上你的嘴，看在你体内有幽银的份上，暂不追究你多言。你谛听，怎就尔等这一只竟还成了祭魂转世之承载，可悲可笑。公主大人，此处看起来并无异样，为何传闻说是赤莲渊的封印？再说我等不是已从那环神山之下找到了进这赤莲渊的通路，为何还要来这找封印？三荒沉降，赤莲渊被封印，而挖黄遗骨却在赤炼渊中，这究竟是何人所为？想必可从这封印中窥得。你这挖黄神识终究还是为人之思所玷污。生出了私心杂念，没了神性。昔年他留下神识流转天地之日，不知是不是能料到这一幕。满口胡言，你这妖邪是何人指使，胆敢在此机智嚼舌，勃然变色，斋女大人这是怎么了？莫不是这古妖嘴里所言是确有其实？哼，吾等只是奇怪这古妖竟还存于世。赤炼，你所谓合作便是带来这些古妖？难不成你希望我带来的是玄冥教的人？那倒是我啊，会错了斋女大人的意。本以为斋女大人不愿被人瞧见和玄冥教在一块儿呢。斋女大人，我等有事相求。斋女，你神阙宫竟和这邪魔外道、怪就怪你来的不是时候。诸葛爱，你可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，这难道不是你们中原武林的正义之事？正义之事，不过汲汲营营之辈死了倒干净。公主，尉迟他们来了，吾等先行退避，看他们如何找出此处封印。斋女大人啊，我呢只是来劫人的，想弄清楚封印是什么的人可只有你。劫人？笑话，难道你一辈子守在此地等人？尉迟一行怕是有罗侯平体同行，不如就等他们找出封印，其他的静观其变再说不迟。我倒是此言有理。走。这就是封印。画荒中竟还有这般的伏羲图腾。真是叫人大开眼界，伏羲图腾竟是在此处。哎，素发红眸，一别经年竟依旧是此番样貌。昔年在拓魂，我便觉你生得精妙如丝，今日不知可否再摸。不对，竟是差点忘了，这是罗侯神，
话。无知下辈，小心说话。组成图腾的为何有残骨？我这是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？你们几个莫非就是尉迟一行？正是，有何指教？你们戕害我同胞，今日我要你们偿命。什么？怎么会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儿？怕就轮不到你们去想了。有机，竟这么快就又见面了。啊，是你？是我。不过我也没料到竟是又见面了。没想到啊，那两个早古誓约竟相距如此之短的时日都生效了。不知今日诸位中何人将是那店面远出风石的人啊？你今日召出的怎么和在幻林不同啊？哼，便不借幻林之力对付你们也是绰绰有余。今天你们休想开启这封印。这图腾升起后像能给我们带来帮助。哦，你是说让那空瞳门人死而复生的光芒吗？但只怕是对古妖一众也有同样效果。我们解开封印就走。魂剑相与，怎么回事？这光，糟了，我们不能进入这光圈范围。古妖，我等只能在此周围略阵了。俩，也是，九黎族不可见定土之光亮。魂剑相与，陆昭一，你为什么要来这儿？为什么？你不知道我多羡慕你，羡慕你不用背负一场非生即死的宿命。哼，不过说这些也没用，今日只能让你死在我手里了。剑士，情况原来如此，原初的风石啊。等等，你发现了什么？